如果鬼法官从地狱而来，游戏马上开始。死者的四肢和脊椎全部碎片，跟圆滑里的死法一样。如果这世上真有鬼法官，就不用警察了。疑犯变成鬼法官会继续游走人间，处死其他罪人。这次你面对的是一个高手，你不知道他在哪儿，你的超越症有什么用？人人都可以是鬼法官。